翻脸了。会不会回购？不会。他们这个买了以后，很生气，为什么他们有那个粉底液？差评。包裹呢，我真的是等了很久，迫不及待想要打开了。就是这些在五月五号买的，有包括 Shopee 还有其他的平台购买的包裹，然后我就是一直忍住，就是不打开，一直凑满凑满，就是为了拍一个开箱哦。我说现在就马上开始，还有还没有 subscribe 我的话，可以点一个 subscribe 哦，谢谢。先开这个白色的大箱，其实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啦。就是我男朋友送我的圣诞礼物，然后我现在才收到。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圣诞节的时候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，然后他就说哦，我可以就是随时想要买东西的话就可以跟他讲一声，然后就可以不送给我，就是有个贴心啦。洗面奶已经要用完了，然后我就想要入手一个比较贵妇级的洗面奶，其实我是在那个 Chanel eShop 买的。其实我有些小偷偷的打开，就是非常的漂亮，这个是他们的那个什么叫什么了，山茶花洗面奶。我们来看看他送了什么小样。其实小样是我最期待的，就这个袋子，有 Chanel 哇，这是我真的是买的是 Chanel， 可是其实也不是我买的，是我男朋友送的，我还是买不起。防晒的东西跟五号香水，本来是我想要打算是在 Chanel 的专柜买香水的，然后结果呢就闻一闻发现它好像不符合我本人，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喜欢中性调的，不是很喜欢女性调的香水精华。天哪，他们的包装竟然弄成一个小魔花，好可爱哦！这样子打开，非常的就是很让人有仪式感。就是有两个卡片，是不是废话呢？哦，他就可以亲手写一个，就是系统可以帮你打一个卡片。然后我男朋友就写了这个，就是只要这个袋子印了一个 Chanel， 就觉得名贵了起来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，很小很小的那个棉花头的棉花棒，然后你就可以修饰你的这个眼线啊，就是给它更干净一点你的那个妆。这次开箱应该不会很累，因为没有到很多，就可能20样那样。给你们看一看我在那种促销的节日会买什么东西，就通常我买的东西都还蛮实惠的，是家庭式那种。就比如说我现在就开了这一个一大箱的海苔，我是在韩国的那个店买的，如果韩国店买的话呢会有500块的 cashback。 如果你们想知道详情的话呢，你们就可以去我的小红书看，我会把我的小红书放楼下。因为我小红书写的比较仔细，我就不想在这边再讲一次了。这种紫菜呢是不是很下饭，配饭就很好吃。这一款我还没有买过啦，尝试尝试看看。什么口罩？韩国买的口罩，也是有500的那个 coin， 好像是有啦，我忘记了。卫生棉，这个有一点重哦。什么啊？真的好家庭式哦，东西，我都是一个家庭主妇。我不想成为黄脸婆了。我是一个洗马桶的，我看评论说它可以把马桶洗得很干净，然后我就买了。如果是黄脸婆，我要做一个很漂亮的黄脸婆。包得很好，很紧。真的是平时我在买的一些很实用性的东西，我一直很强调实用。就是你们如果遇到那种 Shopee 的大优惠的话呢，在韩国每次会煮的那种可以拿来煮那种豆腐汤啊，就会用到这个东西，就是咸咸的，很好喝。味噌是吗？哦，好像是味噌。想要给你们一点小小的灵感，如果你不知道你要买什么的话，你可以看我这一期，就那种大节日的时候， Shopee 不是都会一定会有那种6月6号啊、18号啊，它会 free Shopee coin 的时候，就是你白拿白不拿，你就可以买一点家里的东西。韩国的这个拉面，好像我看很多 YouTube 都有在吃这个拉面。为了凑单，我还有买了一个这个很好吃，我吃过，就是那种香辣藕片，脆脆的。如果你喜欢吃莲藕的人，就不要错过这一款。这个是刷牙刷的那种，就是那个牙刷，你就不用很像不知道给它放在哪里，你就可以把牙刷这样卡进这个里面。你每次刷牙的时候，你就可能也不用拿下，你就这样子粘在墙壁上面。这个银色的包装有一点烧。啊！我捶了自己胸口，好痛！也是在韩国 Shopee 买的，这个我觉得就很好吃，我每次都会看到，然后就很舍不得买，就很贵，因为韩国零食呢是有一点小贵，比起马来西亚的话，其实我还蛮喜欢吃马来西亚的那种饼干类，我觉得其实马来西亚的零食真的比外国的好吃很多，尤其是薯片，去过韩国、日本，然后吃他们那边的零食，我都觉得还是输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零食呢是很合我的胃口，因为这个呢它有优惠。就是我又拿到那个 Shopee coin， 然后我就买了这一个，感觉很美味，它里面还是有麻吉的气氛嘛，好香啊！它是巧克力饼干，两个是饼干呢，它比较像那种 brownie， 中间有麻吉，不过它的麻吉颜色有一点就是被那个巧克力盖掉，会不会回购？不会，可是因为便宜我买 OK 啦。
三包，就试试看这个口味。我平时买的是那个什么牌子的 kimchi 面啊，就那个很出名的牌子的 kimchi 面。然后我就想要试一下这个娘自己出的，不是好吃吗？ I love kimchi。 哎呀，这个小小的好可爱呀、啊！这是我的生礼物。我的生日礼物，可是为什么明明有粉底液的，为什么他没有送粉底液？里面只有三个东西而已，哎，很过分呢！怎么可以这样欺骗我？还有两个精华水，我记得他是送很多东西的，就是我是要这个口红，好美呀、啊！我就想要赫拉的口红很久了，就是一直舍不得买。然后我男朋友就问我要什么生日礼物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哦，就这个吧。他就买了这个给我，哎，哇，好可爱哦！为什么会很喜欢这个牌子呢？是因为他的代言人 Jenny 好美哦。要上嘴涂一涂吗？涂一下吧。我现在已经有涂了口红了，砖红色那样，就这样子的颜色，舍不得涂太多，涂稍稍就好了。妹，我很喜欢，因为我很少这种颜色。可是我很生气，为什么它没有那个粉底液？我粉底液最近用完了，我想要用 sample 来撑过这个期短期。啊，这个是我买的，真的很荒谬。看我买的什么，10块钱包车的 KFC。看我嘴巴好红哦。这个店铺在那种特别的节日才会有优惠，就是那个截图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买的时候是多少钱。我想我是有包，就是怎样子可以不用原价吃到 KFC。啊，这个扁扁的什么呢？好家常啊，那个绿茶，泰国绿茶。就是如果你没有喝过这个绿茶的话，一定会爱上。它是有分绿色跟红色的，然后我是买绿色的，可以在家里随心所欲的来泡一个奶绿。这个扁扁的又是什么？好扁，就是在家里包这个。饭卷，那也是因为臭蛋要买的。Oreo 的这个 soft cake， 要不要试吃一下这个？今天吃甜食有点多。天哪，这个好扁哦！这个商家他纸盒都不给我哎，然后就一个纸袋，这东西就这样子啊，会不会有点过分？里面还有灰尘。那粉这个买了以后，我就买一个棉花，然后他竟然给我这样子纸袋，肯定压扁啊！哎，进去哦，整个进去。擦平，也是一个卫生棉。这个非常的搞笑，卫生纸真的是很好用，可是它有一点贵啊，跟普通的卫生纸比，它外面是套着一个纸袋，所以比较看起来比较卫生一点。然后它的纸呢，非常的扎实，就是没有在跟你客气，纸的那个触感很滑，但它在你的屁股滑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选它了。我真的是嘲笑了，一个比一个无言，削皮刀。可是它很有颜值哎，本来是我要在拼多多买的，然后我就想，哎，拼多多还有邮费，会不会 Shopee 有呢？结果找到一模一样哎，这好像是 random 选那个颜色，这个绿色好美哦，就是那种奶牛油果绿。小皮，这个好重。这个商家他包这个的时候，他应该还是蛮有创意的一个人。就严格我点起了外卖。这长条状是什么？放松油棒。啊，还有头发啊！我头发已经不多了。会不会太大了一点？没有想到这么大哎、欸，就是包那个寿司的萝卜饭卷的那个，会不会太……哎、欸、，Hello。还有买了日本米跟这个，再加这个完美的组合。每次冲凉我都觉得好闷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东西。我本来也是要在拼多多买的，如果你们要在拼多多买东西的话，你们可以去 Shopee 看看先，因为它东西可能是一样的，然后 Shopee 又很常有优惠。这个呢，它就很好用，它是可以365度的，我记得。为什么感觉好像不能？不要耍我，不要给我抓。它这个后面有一点难转，就它有点难开，这样你就可以把电话放在这边，然后你就这样按着。两次的，我还硬扒开，好像没坏掉。女生呢，就是要很时常按摩你的胸部，就可以看那个 YouTube 视频，就一边看一边学，要捅一捅那个淋巴，就像是 touch screen 的。如果怕危险的话，我也是有想过，因为它有镜头嘛，我们可以很像粘一个黑色的胶布在镜头的地方，就不会危险的。这个呢，其实我已经偷偷开掉了，可是我现在要就是要重回我当时的幸福来演一遍，是我朋友送我的礼物。哎呀，好难演，当时我就讲了，当时我就说。哪里来的？然后就看到 Stay London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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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，不知道怎么念了。然后就看到这个，我就啊，看到这个牌子就知道了是三 C 的。然后就想说，因为我他说我想要一个粉饼，我也想要是选这个牌子，因为我很喜欢三 C。我就看到说，就啊，好漂亮！它全面都是镜子，好像是新品。然后它这又是一个很漂亮的粉饼，然后你一拉的话呢，它楼下有一个粉扑，可以补妆，很漂亮。谢谢我的朋友。一个了，我好开心。
是一个蜂蜜，健康了吧？吓到了吧？就是一个野生蜂蜜。蜂蜜有还有分野生不野生的吗？感觉就是很赞，玻璃粒。那是什么？我的衣服。好了，我的开箱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不妨给我一个 like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影片呢，不妨点一下 subscribe。然后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